配合着咱三个镇公所要办理迄个四路大桥文化节吼，啊，咱直接做一个饮食的推广，因为咱即摆咱的政府吼要推广在地食材嘛吼，从餐桌到我们的田里要一贯化哦，有一生产履历出来，让我们吃得安心，吃得好啊，因为即摆大家拢食真好嘛，啊，大家即摆想解是食品安全的问题，所以咱即摆农产品最大的问题是农药残毒的这个问题，所以咱即摆咱的行政农委会的推荐哦，在地食材啊一贯化一条龙哦，咱的餐桌啊个产地啊拢用查出来啊，这项蔬菜这项农作物伊是用啥物农药。是什么肥，什么人种的，予咱食了会安心、放心的呢？西里办这活动，意义真大吼。不只是你讲着咱西里啊、大桥观光相关的文化节，啊，佫会当甲咱遮做事人，尤其种稻米的吼，啊，遮时代用心拍拼，而且农民安尼做一个结合。我建议啦吼，明年应该是吼，爱去来新北市啊、台北市吼，甲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伫迄个所在展示者。车队移民者，吼台北人，吼厝外人，啊厝外乡亲，了解到讲啊，咱这做事人啊，诶，这个辛苦，啊甲认真，啊甲咱的专业，啊佫真正啊，盖好食这米，啊要推广予所有的啊厝外乡亲，甚至啊北部的人对，互伊知影讲，诶，确实咱这所在确实无简单，不只要甲这物件带动去到北部，甚至就对啊，要互伊了解啊咱啊文化的这个重要性，尤其是大桥伫这个所在，我想这是。咱台湾人的报，更加嘛是咱啊西人的报。我们2015年西螺大桥观光文化节，哈、啊、叫做浓情蜜意的活动。咱怎样吼？咱西螺币哈，西螺币咱西咱有落水溪的关系，所以咱的西螺币落水币是全国上好吃的币哈。啊，今仔日嘛非常欢喜，讲咱农会来办这个比赛哈、啊，把我们冠军米做一个比赛。那也希望借这个机会，将西螺的米行销到全国。甚至以后可以到全世界。邀请我们的贵宾，让我们的豆腐乳 DIY 的朋友们，请欢迎找垃圾桶。不讲，不讲，不讲，哎，垃圾桶。